好，准备好了，我们把时间交给 Harmony Music， 掌声欢迎他们。他们要带来的歌曲是《一定会》和《After the Rain》，希望你们喜欢。给我们那首好吗？这样会听。With fans， 一起来 ，Come on。要给我们100个 coin， 所以刚才我的太太有说到那个 BKB 的 coin， 就是 Bak Kut Teh， 她很喜欢吃 Bak Kut Teh， 她就问我可以换 Bak Kut Teh 吃吗？可以，所以你们也多一点 coin 哦，我们接下来可以吃 Bak Kut Teh， 可以吗？这个算拉票吗？可以，大家给他们多一点 coin， 然后给他们唱吃一整年的 Bak Kut Teh， 每天吃。耶！Do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our fans here?Thanks for listening to us. 他们真的非常的可爱，而且不惜合作无间，对，而且他们的合音好好听哦。对，刚才我在后面都听得如痴如醉，所以如果大家也喜欢他们的歌声的话呢，记得要多多鼓励、虚拟打赏他们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请那个他们女姐来宣传一下你们的 IG 账号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喜欢，想要再多看你们表演的话，可以去哪里追踪你们呢？啊，对，通常我们会在 Marina Bay Sands， 它有一个亭哦，叫 What do you call it? MBS Breeze Shelter， 所以你走那个
水路的。水路，你就讲水路。它会有一个亭，有两个大的亭，上面有风扇，我们就在那边表演。每个拜六，通常会拜六唱，所以一个月会唱多一到两次，差不多会7点到10点我们会唱，所以通常我们会4个人，只是今天我们两个人，因为 Harmony Music 是originated by both of us， 就是我们两个人起办的。对，而且他们的结合也是因为音乐，他们认识也是因为音乐。对，因为老婆特别的漂亮，所以我就。哎呦，嘴巴好甜哦！那我们今天的观众怎么样？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谢谢你们哦。2、1，时间到，谢谢，我们再见。